埋葬他们。光明正大的杀了你的 AD，哎呦，这里还想要拿火龙，完了 ，Charlie 直接被秒掉。士兵们，前进！要沙皇能不能秒掉？这闪现最是不痛，漂亮的漂亮回旋踢。见过你们的灵魂吗？艾好还要追，追不上，艾好也被秒了，我追回来了，灯笼捡回来，杰伦哥秀飞了。夹起尾巴，找你的主人吧。哎，又勾了一下，艾罗这边要连续立功吧，成功的将绿毛先给击杀掉了，孤掌难鸣的 Imp EZ。交了一，交了闪现，过墙的人被偷来的派克大招给斩掉了，艾头砍下双杀，大型目标什么的最好了。萨拉斯这边知道位置，夏娜也来了，这波下路如果硬包的话，哎，这波要反打了，这波感觉危机会出事的。对，看一看一不怎么拉，没有拉到，一技能没有拉到，潘德还用他做了个位移，瞄准起来超容易。这波应该可以电到两个人，电到三个人，这波全炸了，三个可能全要死。接下来的大招给上，南风的话也是阵亡。这边直接开大招逼了，哎呦，这 biu biu 也是很果断啊。但这波能上吗？大招要定住，紫杉被秒了，紫杉被秒了，两把被开出来，这边大招直接给 boss， 但是这边鳄鱼也被杀。漫天飞雨。哎，马哥没人帮马哥倒了，这个老这波打得很漂亮，这边还要换这个老五，那跑吧，谁给老五这波神了？救救 IG 啊！这一波 IG 又是招牌的三打五，谁在说我急躁，我就掐死你！你是不是不该让他灭佛了，朋友？反人高，这波直接过来要打了，瑞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，三六九这个位置会给机会啊，三六九被减速给到了，三六九被秒了，是个机会，但是卢仙跟这个塔莎还有收割能力，卢仙跟进场，卡莱被逼退，罗斯马金被秒了，但这边还没有死，库尔跟他一个近身 ，ADD 过来垫一下，但是这个问题是谁来杀死这奈特？奈特跟收割战场了，完全是一个个人秀，不要看得这么冷酷。我喜欢这里，说不定会留下来。后面的话，落野过来，现在就看你守塔的人到底有多少。如果人很多，那IG直播就算了。而且本身是要包的，大鳄鱼这个位置交闪过来，节奏杀得非常好。大鳄鱼进去被封着了，卡莎二技第一步要先杀落。落死了，黄子这个大招做完以后，一个穿了四个人的自己的位置太尴尬了。黄子也老残局，这四打三的残局，一普有点无敌的意思。小太郎这边偷了一个鳄鱼大招，回身想反杀一普，但一普作战能力太强了吧？虚空阻击再杀一个，这边大招排空排在秒秒上了，而且这边倒钩拉死了。喂不饱野兽的话，你就是食物了。一普又要收割了，这又是一波四个人头。